个球出手来看一下，在左外野方向飞行的距离没有问题，再见红不浪。那么一样，九局下半，尾味全龙队赢得了比赛，再见了全垒打。上来真的也不客气哦，抓着速球就来攻击哦。第九局那个打席，对方还特别换头，换上很强力的富兰哥来面对你，但是用怎样的心态可以来一棒再见比赛，然后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？就是很紧张，那还是我的队友告诉我平常心，正常的攻击就好，然后也希望不想要加班嘛，想早点回去休息，谢谢。来聊一下啊、哦。那个大西，全场龙民用清唱歌声来帮你加油，那样的氛围带给你怎样的力量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感觉。谢谢你们为我唱歌，我打击没有听到，对不起。但是就是，谢谢你们的加油声，然后给我们很大的动力，谢谢。好了，小彩蛋啊，那个小小彩蛋，讲可以讲一下，就是龙心大悦，我们南摩会唱歌，好不好？欢呼一下哈、哦。OK， 好。那来分享一下，开机到现在，其实一开机的时候，那没有那么的打击，没有那么的顺畅，但是在最近有越来越好的一个表现。怎么样，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来调试自己的心态，然后表现越来越好？没有，开机其实状况也不错，就没有到不好啊，但是就是，就是还是把握住机会，然后继续展现我的能力这样子。谢谢。OK， 那最后，当然跟全场喜欢的球迷最后说几句话吧。谢谢你们为我们加油，然后希望明天之后，能够进场更多人，然后能够为我们加油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票务时间 ，Movie Time 先来。出发了！出发，出发，现在创造自己时代，闪耀舞台，所有。全场一起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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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我们的 DJ 的音乐哈，一起来动喽！我们可爱的 DJ。掌声鼓励！全场，我们一起来迎接红潮开始。打啦！这样，先中间一点哦。谢谢，谢谢，辛苦了。